我不妨碍康康休息了，我先出去，康康好好休息。俊杰，俊杰，康康，你已经上学了，也懂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以后你不能对姨父不礼貌，知道吗？我没有对姨父不礼貌。啊，我是说，你以后要孝顺他，要喜欢他，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，他是你的姨父啊！爸爸真笨，刚刚说过的又忘了。对对，爸爸笨，爸爸笨。爸爸，叔叔他医院有事情，走不开，改天再来看你。爸爸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离开你。我们父女相处的时间太少了，来世让我再做您的女儿，好好的孝顺你。您安息吧。做什么？你父亲对我有恩，我仅仅是来道歉的，我误会了他，对不起。认真的，我不但要重新追求你，还要娶你，一辈子对你好，不再让你受任何的伤害。你是个好女人，应该拥有幸福。
以后我做你爸爸，好吗？我不要，我有爸爸，干嘛要你做我爸爸？别乱动，小心回血啊！爸爸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别胡说八道，爸爸。你要出门啊？前线的医院伤兵很多，我要赶回去。答应我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想了很久，康康以后就交给你了，这是对他最好的安排。我和雨涵说过，只要他有好的对象，我就退出。这些话不管在任何时候，对任何人都有效。可是雨涵已经习惯你的存在，康康也是一样，他已经习惯了喊你爸爸。我也不忍心跟他说出真相，他会受不了的。对不起，我试过，但我开不了口。你开不了口，我也开不了口。那么就让这件事永远的成为秘密吧。这对你不公平。从康康出生开始，我就从来没有尽过做父亲的责任，反倒是你在他们母子两个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出手相助，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。罗医生，你不但是雨涵最好的守护神，也是康康最好的医生。有你照顾他们，我很放心。我跟雨涵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你一点都不为你自己想吗？我跟雨涵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但雨桐已经不在了。虽然他已经不在，但是他永远都会横亘在我跟雨涵的中间，我们都没办法忘记。只有我跟雨涵之前的美好时光，我可以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。谢谢你的成全，谢谢。所以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